现实的心声不是说人为了梦拯救才来心声，更不应该说为了做个好人才来心声，也不只是说为了有个人样才来心声，也不只是说为了有个人样才来心声。其实人心声的观点应该不是光相信有神，光相信神是真理道路生命就万事了。其实人心神的观点应该不是光相信有神，光相信神是真理道路生命就万事了。也不是让你光承认神，光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，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是创造世界万有的，神是独一无二的，神是至高无上的。不是光让你相信这个事实就万事了，是你全人全心都应该交给神，顺服神。就是说你这个人就应该跟随神，应该达到被神使用，就是为神效力也甘心情愿。这个人为神怎么做都应该，不是说神预定拣选的这些人该信神，其实整个人类都应该敬拜神，都应该听从神，为人类是神造的，不是说神预定拣选的这些人该信神，其实整个人类都应该敬拜神，都应该听从神，顺服神，因为人类是神造的，因为人类是